马来西亚吉隆坡沙登社区举办健检活动，邀请对象是志工与社区民众。这次我们有130位的这个参与者报名，然后我们有75位的工作人员，那其中呢是有包括了接近10位的西医，还有4位的中医师。我觉得很好，因为我们也是要注意我们本身的健康嘛，是不是？有这个活动是很好啊，很开心。上来也有分部分啊，一段段就检查，就一步步来了，安排了很好啊。那你不舒服呢？又问得很清楚呢。问诊、营养评估、物理治疗，还有乳房自我检查讲座。平日里工作繁重的医护人员，利用难得的休假，为人民的健康把关。可以帮忙，社会就帮忙。就觉得他们有那个意识，想要自己做身体检查，就已经很高兴了。就是想要付出的心啊，就是想要可以来帮助大家，有一个可以回馈给大家的那种成就感，帮助大家的成就感。对我来讲，比起休息，我觉得那个给我的成就感更大。免费健康检查，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，同时也提高大众保健意识。麦代徐国进吉隆坡报道。